各位观众，欢迎你们收看《美的方程式》。当然啦，有我你们的美的主持人诗诗麦佩婉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些漂亮的东西的。今天就请了一个会令到我很开心又令到我很不开心的一个朋友上来的。他是哪个呢？他就是我身边的 Kenneth， 一个著名的化妆师。Kenneth 你好。Hello 大家。为什么我会说 Kenneth 上来会令到我开心和不开心呢？首先开心的就是因为每一次 Kenneth 上来他都会被我偷师的，就可以学到很多化妆啊美容的技巧，还有他会带一些他的好朋友上来做嘉宾的。不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每一次都会带了很多靓女上来令到我很有压力的。今天他带了哪一个上来令到我很有压力呢？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个Supermodel 啊，一个名模林莉 Carrie 小姐，你睇下佢几靓。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Carrie 你好啊！第一次见到 Carrie 的真人啦，咁啊的而且确咧系即系同平时喺杂志啊或者电视上面望到咧系唔同嘅，因为睇电视或者睇杂志嘅时候咧就见到 Carrie 咧都系比较高挑嘅，咁但系原来真人咧系会再瘦啲嘅，真系，同埋咧系好白嘅一个女仔，好靓。Carrie， 我想问一下你，你系咪上海人啊？我不是上海人。是啊，你籍贯在哪里呢？我是潮州人。哦，潮州人啊，估不到啊，原来潮州呢都会出了一些这么漂亮的女仔出来的。可能只得几个，其中的 Carrie 就坐在这里。都真的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呢祖籍究竟在哪里呢就不太知道，除非你数回几代都是那笪地方。因为我反而我家很奇怪的。据我的前辈讲就是呢，就是长辈讲就是寧波移民上海，上海移民去中山，中山就移民嚟香港咁樣。哦，即係搬搬下咁。係啦，咁但係都 claim 自己上海嘅。係，你都係上海嘅。咦？又估唔到喎，原來 Kenneth 係上海人嚟喎。識聽識講㗎。啊，咁犀利，可以融入家中喎，咁樣。可以融入，所以喺上海做嘢好著數咯。OK 嘅喎，又呃到下人喎。咁啊 ，Kenneth， 你本身同 Carrie 咧係都會有合作啦，有做嘢啦，私底下又係朋友啦，係嘛？咁你同 Carrie 合作咗幾耐咧？我同阿 Carrie 合作咗，我諗都兩年都差唔多，真係兩年啦，前前後後，咁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見嘅。每個禮拜都會見。每個禮拜都會見兩三次咁樣咯。因為 Carrie 本身係大忙人嚟噶嘛。太忙咧。做好多嘅廣告啦，有好多嘅雜誌啦，甚至乎咧有啲閲歷咧，有啲年歷咁樣都會影㗎，係嘛 ？Carrie。咁啊 ，Carrie 自己同阿 Kenneth 合作啦，覺得點樣啊？開唔開心啊？因為其實我好懶，我自己唔化妝，所以我變咗而家係完全自己係唔識化妝咧，要變咗係好依賴要專業化妝師幫我化咯。咁所以就同 Kenneth 合作都係好舒服嘅，因為我覺得化妝師或者係髮型師咧，其實係一定要同自己好夾咯。嗯，係啊，即係要好有默契咯。咁同埋Kenneth 佢化我好快嘅，化得系啊，咁但系唔求其啦，系啦，即系变咗系即系快又快又好，咁变咗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因为我其实一段时间系做好多fashion show， 同埋一啲好赶时间嘅化妆工作，咁其实系唔容许你慢嘅，同埋好多人排你队嘅，所以我习惯咗咧系好快一个速度咧，我谂40分鐘之內你要化得個濃妝，同埋係咧，無論係個環境，佢啲燈啊，即係啲燈可能鴛鴦啊，或者好暗咧 ，Kenneth 都可以化到，因為即係可能你慣咗喺 backstage 嗰啲咧，啲環境仲差都可以化到。都會，我試過最差嗰次就係化化下，突然間熄曬，成個後台黑色，即係伸手不見五指嗰只，係全部哇！咁點算咧？都要繼續化。咁唯有。停喺度咯，繼續化就應該化咗個唇膏喺呢度噶啦。喂，但係我都想問一下 Kenneth， 如果即係假設你做嘢嘅環境啦，咁可能燈光就唔夠配合啦，或者好似頭先你咁講喺後台嘅時候，突然之間真係漆黑一片嘅喎。咁當然啦，你話漆黑一片嘅時候就真係要完全停咗，唔可以繼續做啦。咁如果你去到嘅時候，啲燈光唔配合，有啲暗啊，或者甚至乎偏黃啊，或者太光太白，你點樣 handle 咧？身為一個化妝師？其实在香港遇到这个问题就不多的，因为所有合作的单位都有经验的，所以通常都了解到灯光问题，所以少了这个问题。但反而有时候在国外做 show 就真的经常都遇到这些问题。我有时候会再研究，即是怎么说呢，讲究一点就会带一些有灯箱的化妆盒去咯。
咁就完全解決咗呢個問題㗎啦。我啱都想問 Kenneth 咧，會唔會自備一個私家燈？去到邊度咧，嗰個後備嘅私家燈咧都有用處咁樣。都會㗎，同埋有陣時咧，我會覺得會自己執散咯。考慮例如喺酒店嗰啲燈係好差嘅嘛，酒店房嗰啲咧，咁我哋可能要拆咗佢燈罩，咁啲光先至混巡。嗯，咁 Carrie 咧，除咗同阿 Kenneth 合作之外啦，咁可能有陣時咧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咧，就可能都會同其他嘅化妝師會合作一下噶嘛。咁自己咧會唔會都可以喺即係化妝師嗰度啊？好似我咁有陣時偷到師啊，學到少少嘅技巧咧，得閒有陣時都自己用一下噶。我最中意睇化妝師，即係眼耳口鼻啦，我最中意睇佢哋嘅嘴，即係啲唇膏啊、lip gloss 咧，因為我自己平時如果係簡單出街嘅話咧，即係我諗我會係搽少少 blush 同埋搽少少 lip gloss 就行得噶啦。咁我就好中意研究化妝師嗰啲 lip gloss 噶。咁得意啊！真係唔知喎，從來冇講過呢樣嘢。係啊，咁eyeshadow 嗰啲，其實我覺得眼同眉都好重要。你知道我中意粗眉，但我自己就可能我因為始終少化妝品，其實我唔係好多化妝品嘅啫。我都見到唔係。係啦，我最多係唇膏嗰啲咯。你見到？係啊。估唔到喎，真係我同 Kenneth 都有少少唐突嘅，就係、是、覺得譬如有陣時女孩子咧最中意咧就係會研究一下眼啊、眼影啊，或者咦你胭脂色幾靚喎，係嘛？即係會係咩顏色啊？喺邊度買啊？原來咧阿 Carrie 咧就係中意啲 lip gloss， 即係關於嘴部嘅。咁會唔會因為你自己比較欣賞自己嘅嘴咧？唔知道點解喎，即係就係好情迷咁樣，即係好中意嘴部嘅彩妝。我覺得女仔搽唇膏好靚嘅，搽唇膏，同埋好多唇膏都好靚嘅做到。咁唔知點解就中意比較留意 lip gloss 咯。即係可能你覺得咧個嘴上咗顏色或者係 lip gloss 係即係令到靚靚咁樣啦，就會好吸引人係嘛？望上去覺得好靚咁樣。其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我唔知係咪啊，我估咋。可能因為咧，我哋好我自己好少就係 exactly 用一隻顏色就幫一個 artist 或者 model 化嘅。我自己中意溝色嘅，甚至乎化之前會做啲手腳嘅，遮一下，用遮瑕膏冚下啲色燈冇咁紅啊。然之後再自己溝個顏色出嚟，咁好似喺度做緊實驗咁樣咯。咁佢哋喺側邊睇覺得好笑喎，係自己做唔到㗎。係啊係啊，即係咁㗎嘛。自己唔識得溝個顏色咯。都會係，同埋有啲分別嘅係。係啊，同埋咧，你通常你睇同埋你過鏡咧唔同㗎嘛。冇錯，啱。所以成日都要學咯，會覺得幾搞笑，因為我哋喺度可能畢啲少少色出嚟，又撈嗰隻顏色，跟住質地又唔同咧。係啊係啊，咁啊 Kenneth 你嗱 ，Carrie 就自己即係唔知道係咪自己個嘴最靚啦。咁你身為一個化妝師，又同佢合作咗都兩年啦。咁你自己最欣賞 Carrie 嘅五官方面邊一部分先？其實咧嗱，我自己睇。一個即係使個 judge 去睇嘅時候咧，我會睇整體嘅，因為你如果淨係一個部位好靚嘅話，但係同其他唔 match 咧，都有少少問題。咁我覺得首先作為得 supermodel， 咁我諗佢已經係一個標準嘅靚噶啦。咁如果你話我去問講阿 Carrie 最吸引我的地方係咩咧？我會欣賞佢咧，就係嗰個眼嘅位置先，因為佢好。啱做 makeup 嘅 demo 嘅，我講過最中意化嘅眼咧就係啲almond eye 啲杏形嘅眼咧，即係長嘅、平嘅、頂眼闊嘅，咁擺好多顏色落去都 OK， 即係可以變化好大咯。咁反而我會好著重呢一樣嘢嘅。咁佢可以好酷，即係正如我哋上次做嗰個月曆嗰個造型咧。我覺得Carrie 應該要俾一個正面嘅大頭我哋觀眾們咧，跟住要 Kenneth 咧要喺側邊咧繼續講解。Carrie 真係擁有一對好靚嘅眼，好迷人嘅，但係好似杏仁咁樣係嘛？即係嗰個中間嘅闊度係比較多嘅。然後側邊咧就笑起上嚟，好似個眼都會識笑咁樣嘅感覺，係嘛？咁上次係做嗰個月曆，係啦，我哋做咗一個月曆啦，就幾多個造型啊？有六個造型，六個造型啊，都其實佢要不斷咁換衫擺 pose， 都幾辛苦。我見佢嘅好辛苦。我個人就唔辛苦，啲皮膚會辛苦啲，因為要喺一日好似大概八個鐘度，八個到八九個鐘度就要化六個妝。我記得我嗰日喺 studio 係洗咗三次面，係啦。
落咗身，因為有時我哋轉裝未必要成個裝落嘅，可以喺個面度冚轉裝。但係嗰一次咧就真係要落三次裝咯。咁 total 就化咗六個妝咯。咁變咗其實通常做嘢其實我哋都唔會話攰啊，即係唔記得咗攰，但係啲皮膚。皮膚就真係會脆弱啲，會覺得攰咯。聽到阿 Carrie 咁樣講就知道咧，佢貴為一個靚女啦，亦都貴為一個名模咧，就係、是、對皮膚方面啊就好著緊嘅，同埋佢護膚心得咧都應該有翻唔少係嘛？其實我都好即係好錫自己啲皮膚，所以好屙過嘅，平時成日搽 cream 啊，搽 cream 啊，係即係佢哋成日覺得你有冇咁多嘢搞啊咁。咁自己因為我其實我諗我好細個開始已經係中意做 facial 嗰啲嚟噶啦，即係中意去美容院瞓喺度乜都唔做做 facial。咁跟住後來再大啲咧，就即係嗰時年紀細啦，即係點樣皮膚都好好嘅。咁但係後來年紀再越嚟越大啦，就發覺其實除咗係去美容院做 facial， 其實家居護理係好緊要咯，即係兩樣嘢配合。咁就自己會好著重保濕同埋美白咯。其實我曬得黑嘅，即係平時而家天氣咁曬咧，要搽好足嘅防曬。咁同埋事後曬完之後做翻啲保濕美白好緊要咯。因為即係見到 Carrie 咁皮膚咁白咧，其實的而且確咧係真係好似 Carrie 咁講，防曬嗰方面咧係要做得比較犀利嘅。同埋咧就好似佢咁忙啦，成日都要係即係一日裡面可能咧話要做六個造型嘅，好似頭先佢同阿 Kelly 咁樣話之前合作做咗六個造型，其實咧佢嘅護膚心得咧就唔知咁少嘅。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Kelly 同埋 Carrie 傾偈。天王唔系人人都做到嘅，除咗我同你，将身体交俾手，手感 3D 按摩 ，Osim 天王椅，俾到你放松享受，无论系想舒缓肩颈，临瞓前放松，日头帮身体充电，只要身体有需求，佢都有求必应，天王之座等你嚟坐 ，Osim 天王椅。Osim。飲食色香味俱全，是不是有足够营养的？生活的坏习惯怎影响我们的健康？吃什么补品才补得回呢？健康知多些，由专家告诉你，教你活得更健康。以前在电台，什么音乐人都见过，很多大人物都访问过。现在我准备了这一间会客室，访问我的一班好朋友。每集他们都会跟大家讲一下近况，倾下心事。想知道怎样享受优质生活，安琪会客室约定你准时见啦。各位观众，欢迎你哋继续收睇《美的方程式》嘅。头先咧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即系倾到热辣辣啦吓，大家都讲到咧话哇晒太阳嗰个位啦。咁我又要即刻问一下著名化妆师 Kelly 先。咁啊，我同阿 Carrie 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好想问嘅，就系话啊，譬如好似 Carrie 咁，成日有阵时都要做好多 outdoor 嘅 job 啦，或者好似我咁做节目嘅，成日都要对住好多灯嘅，有阵时真系好容易晒到皮肤咧就比较干啊，即系未去到晒伤，但系就会晒到好乾嘅，有冇啲急救嘅方法，或者係真係曬傷咗，或者曬到好乾嘅時候，可以點樣對付啲皮膚呢？其實我自己越嚟越會建議人哋盡量唔好曬咁多太陽，因為太陽真係幾傷嘅，同埋最主要嗰樣係會令到好多皮膚問題產生啦，同埋咧會令到皮膚好快老化。咁你老化咗，其實好難去補救噶啦，咁樣咯。咁第一樣依樣嘢啦，避免啊。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防曬要做足。呢個好關鍵嘅，尤其是女仔咧，我會覺得，我唔知道你哋信唔信一白遮三丑呢個道理嘅，你信唔信先？
Carrie 一定信。我喜歡白淨白淨啲，我覺得白淨啲嘅女仔感覺上，就算佢五官唔係好突出嘅話咧，望落上去都舒服乾淨咁樣咯，咁令到人覺得啊好悦目啊個感覺啦。咁你又好啦，如果冇得避免，可能勾多工作，學你話齋，成日到咁多光嘅燈咧，咁之後你個護理，如果你曬傷咗嘅話咧，你要盡快處理咯。即係例如你可能即刻要敷蘆薈嘅嘢啦，係啦，敷蘆薈嘅。我聽到啲老人家講咧，有陣時你真係俾人曬傷嗰啲人咧，咁你就要厚厚地敷一個5蚊雞咁厚嘅蘆薈嗰啲汁啊，定係佢攞啲蘆薈肉。系啦，攞啲蘆薈出嚟咁樣，跟住咁樣搽落去敷咧，咁佢就好快舒緩翻啲曬傷問題。咁你面嗰啲咧，其實我就覺得咧，你可以用啲保濕 mask， 一定要敷咯。哦，都係喎。Carrie 有冇試過用蘆薈嘅方法啊？我有試過拜神，咁啊辣親隻手指，咁跟住喺即係嗰個拜神嗰個地方啲姐姐好好，咁啊即刻佢哋自己又種蘆薈，咁其實種蘆薈係好簡單，咁就跟住即刻就搣一支俾我搽咯，係啊，咁就即刻因為辣親好痛噶嘛個傷口，咁搽完之後舒緩咗，即刻冇咁痛咯。哦，咁然之後嗰個辣親嗰個瘌係咪都隨即就好翻啦？咁都要時間嘅，咁但係感覺上好似係好得快啲。同埋係好似唔會有瘌咁樣咯，係啊，蘆薈咧的而且確係一個最平同埋咧個功效都比較大嘅一個好天然嘅方法。啊，不過我而家呢個位咧又可以扮下專家，我有一個小貼士可以教下你哋兩個喎。但係咧，如果真係假設曬傷咗啦，咁啊有少少甩皮嘅狀況，其實除咗蘆薈係比較好之餘咧，你可以試下用番茄。沖涼嘅時候咧，可能買2-3個番茄啦喺街市，咁咧就用當番鹼又好咩都好沖涼啊。捽到爛曬咁樣用全身，你好快就唔會甩皮咯，同埋你個好熱嘅感覺都會好快冇。我中意食番茄，我中意外敷咯，但可以外敷嘅原來。原來係可以外敷嘅 ，Carrie， 你下次試下。如果生番茄。係啊，平時街市一個個買翻嚟就唔使刻意點，可能你即係揸爛先攞嚟咁樣做用咁樣去擦成個身。咁唔好啦，衞生啲啦，好唔好啊？你可能跟住之後夜晚就片翻留翻兩片夜晚食咯。呢個方法係得嘅，下次不妨試下。咁啊 ，Carrie 咧，除咗即係頭先 Kenneth 教或者係我教嘅啲小貼士之外，自己有冇試過其他嘅保濕啊或者係啲美白嘅方法噶嘛？美白就其實我係曬得黑嘅，即係我覺得。有些女仔咧，係曬完之後咧，曬極都唔會黑嗰啲咧，嗰啲女仔就會有雀斑。咁我本身其實就冇乜雀斑嘅。係。咁就係你除咗冇雀斑之外咧，我喺你嘅咁靚嘅皮膚底下睇唔到毛孔啦、黑頭啦、黑眼圈嗰啲都睇唔到嘅。因為係其實我自己嗰個護膚心得就係喺皮膚未變差之前就要做，即係 keep 住皮膚係最好嘅狀態咯，即係唔好等佢有問題，或者係啲皮膚出咗紋啊，或者係變乾咗，跟住先去做啲補救。咁我自己頭先講咗就係我好細個已經好中意做 facial 啦，咁就嗰個 concept 就係一路都覺得係要 keep 住皮膚。在好的時候就要 keep 住佢喺呢一個最好嘅狀態，咁就持續住呢個好嘅狀態。咁所以就其實我諗我嗰啲都係好簡單嘅啲護膚心得，即係保濕啊、清潔啊咁樣咯。的而且確咧係，但要勤力咯。係啊，真係咧你要靚嘅話咧，就真係要勤力噶，就等於你要即係可能有個美好嘅身段，你都要勤力嚇。你食得咁多，就要 double 嘅時間去做翻運動。因為我覺得其實護膚心得其實好多都係老生常談，即係講嚟講去其實都係嗰啲方法，但問題係方法知道咗，但係唔係去做，同埋係咪？持之以恆 keep 住去做，即係要 keep 住去做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嗰個方法咯。啱。咁 Carrie 你平時咧即係做一個名模啦，有陣時都係好多唔同嘅工作你都要接觸嘅喎。咁譬如可能有陣時即係可能行咗 catwalk 啊，或者一日喺 studio 影成10個鐘嘅，你會唔會翻屋企咧就要第一時間要做翻護膚先啊？我而家其實就通常做完嘢好辛苦咧，翻屋企我都想浸浴咯。
溪啊、浸浴，其實是可以成個人很舒緩、很舒服。咁同埋有時因為我哋著高踭鞋咧，其實只腳好傷嘅，好攰。咁浸咗對腳，其實成個人浸嘅。咁浸完之後咧，只腳會係會舒緩啲咯，啲啲筋都會冇扯得咁勁咯。嗯，即係個感覺係即刻有會加會加會加。其實呢個方法咧 ，Kenneth 都好適合喎，係嘛？因為你係化妝師咧，化妝通常都要企喺度幫你嘅模特兒去做噶嘛。咁啊，企得多咧，即係雖然男仔就唔著高踭鞋啦，但係企得多你腳都會攰嘅喎。都會啊！我頭先啱啱先至同個髮型師傾開呢、這個，即係我哋。因為工作而嘅勞損啊，其實腰啊啲傷得好緊要，因為成日彎住咧，咁同埋唔係成日有地方可以坐低化妝，咁張凳又矮咧，咁會有勞損嘅。我自己咧就真係好中按摩嘅，即係所以一個禮拜我基本上都會 keep 一次做一次 body massage 嘅，因為即係舒緩翻少少，如果唔係就會積勞成疾。咁另外有機會有出埠嘅或者時間許可啦，我就會做 SPA 咯。因為做 SPA 有得浸同埋推油嗰啲咧，會令到成個人真係 relax 好多，啲肌肉啊、精神上 relax 好多。係啊，Kenneth 有冇即係感覺到咧？其實化妝都好辛苦，因為咧成日你我哋就坐定定啦，係嘛？我同 Carrie 可能平時都係坐定定，咁啊化妝師不停喺你前面咧，又要喐啊，又要彎腰啊咁樣，我都覺得咧化妝師嘅功勞其實好大嘅。都可以，其實我好得意嘅，我覺得咧。我哋做嘢嗰陣時咧就攰，但其實我哋之後嗰段時間咧，我反而覺得幕前人就好辛苦嘅，因為你要精神啊，同埋成日都 ready for 呢個 presentation 咧，咁所以我又覺得我又唔係十分辛苦，但係如果有陣時做啲 show 咧，我以前做好多啲 fashion show 嘅時候咧 ，model 好多，咁我記得有一次最嚴重嗰次咧就係有50个 model 嘅。咁唔係我化曬，有啲 assistant， 但係佢哋一定冇我手腳咁快啊。咁變咗咧，係咯，咁變咗就 train 咗出嚟就係好快手、好準咯，落色唔會俾嘥時間啊 blend 啊、混啊試係咯。咁嗰陣時化完之後咧，我要唞咗2日咯，即係直頭唔可以接 job 喺屋企 hea。如果唔就好，瞓多啲咯，係咯，真係好攰嘅有陣時，如果接呢啲 job。我都覺得係啊！有陣時咧，即係我做節目啦，咁做主持咧，其實不停都要講嘢啊，或者個腦部咧要喐得比較多嘅。咁可能咧一日做全廠，然之後休息咧就可能都要休息翻一日，咁樣咧就等自己個腦咧放鬆啲咁樣。Carrie 會唔會咧覺得即係你有幾種唔同嘅工作都要做啦，都要去兼顧啦？會唔會覺得邊一樣最辛苦啊？我啱啱而家即係最近經驗，因為我啱俄羅斯翻嚟，咁喺俄羅斯拍咗8日，拍咗8日，就係仲要係每日嘅工作時間係10几个钟，即係好 intensive、好密集嘅工作咧。我反而係咁密集式嘅工作完咗之後咧，一靜落嚟咧，覺得好失落嘅感覺，即係好想繼續做咯。即係同埋個人係可能已經 get ready 咗去做咧，即係個 即係你嗰個 engine 係 run 緊啊，一路 run 緊。咁變咗係覺得啊，仲可以做。其實係好多時係每日係可能瞓3-4个钟，或者最多瞓6个钟嘅啫。試過嗰8日入邊，咁其實 suppose 個人係好攰嘅。咁但係因為你唔知點解係一瞓醒咧。就精神噶啦，即系当你仲喺张床嘅时候，其实都仲系攰紧。但系当你一离开张床咧，就已经系精神嘅啦。咁唔知边度嚟嘅精力咧？总之系每一日都好似系好有 energy 去做嘢咁。我谂系因为佢你好 into 嗰个工作，那个精神上面咧。系啦系啦，咁跟住当完成咗嗰8日嘅工作之后咧，就有时间休息啦。但系其实就反而唔想休息咯。即系其实呢个心态。是啊，是可能因为已经是 tune 了心态，很 into 那样东西。是其实是即一来就是投入啦，二来呢就我发觉 Carrie 可能有少少工作狂的。但我不嬲是但很奇怪，我不嬲是那些很悠闲呢，即是慢十拍。慢慢地。是啦，慢十拍那些呢，慢吞吞那些呢。不是是温柔。不是慢吞吞的，可能温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变了第二个人那样。我都但你会不会即有阵时呢去外地出 trip 做嘢啦，咁做好耐，翻到嚟咧就係要吞翻自己時間啦，要休息多啲之餘，會唔會都食翻多啲嘢咧？即係會去到啊做嘢好辛苦啊，8日嚟冇啖好食啊咁樣。不嬲都食好多嘢嘅，
我可以證明。我唔係淨係，我唔係淨係辛勞工作之後要慰勞自己先食，我係係咪都食嘅？係啊，食咁多嘢。有些人係食勁肥嘅，真係。呢啲真係。我係做嘢壓力，有壓力嘅話咧就肥唔到，其實係。壓力是肥不到，但是工作的壓力就會吃了都肥不到。Kenneth 呢， Kenneth 會不會覺得工作壓力有時很大，大到自己真的不想吃東西呢？我其實很少一樣東西，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的，看我灰吾的新年就知道。是你喜歡吃東西，還有即我們可能是開心的人，開心就算面對可能面對工作壓力或者是工作一定有問題，但自己懂得調節翻咯。所以這些很開心的人呢就吃很多東西。是啊，即我就不會因為工作壓力而影響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反而我會覺得這一樣東西是我對自己好的。即是你辛苦了一日，例如可能我今天我們拍這麼多東西，然後我還要回去教書，那我明天一定會吃得很好的。我也覺得我一定會讓我自己吃得很好一餐的。就是呢做完東西之後呢就很想快吃東西。是啊，因為很多時候尤其是 我們工作呢一 ready 去工作呢就不記得吃東西了，同埋亦都唔會肚餓，亦都未必有時間食嘢。跟住一完成咗嗰日嘅工作咧，就好開心啊！即刻想食嘢啦，跟住就食得係好，即係特別覺得好味啦。係冇錯，其實我即係同阿接觸到阿 Carrie 啦，因為 Kenneth 之前就接觸過噶啦。咁啊，接觸咗阿 Carrie 之後咧，發覺咧原來佢係一個明眸之餘咧，仲有一個係好隨和嘅一個女仔嚟嘅喎。咁原來喺鏡頭嘅前面同埋鏡頭前啦，或者鏡頭後咧，我發覺可以同 Carrie 咧真係暢所欲言，咩都傾嘅喎。即係唔好聽佢平時好似好柔和啊，好斯文咁樣，原來咧一講到美容護膚又傾得啊，講到食嘢啊扮靚。甚至乎其他很多话题都可以，不过今天真的很不开心，因为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Carrie 希望你下一次再上我们美的方程式，再可以跟我们分享多些关于美容的资讯。也不感谢 Kenneth 今天又上来跟我们聊天，也都带了靓女坐镇。其实呢这一 part 的节目就完了，不过之后都还会有 Kenneth 教大家一些化妝嘢嘅喎，究竟係咩咧？我就唔講住，咁啊留翻咧呢個之後嘅美的方程式再話俾大家知。記住繼續要留意我哋美的方程式㗎，因為隨時咧都有靚女上嚟做嘉賓㗎。咁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啦～